丐帮集会，朝廷大患。属下的任务是打入丐帮。胡须道有点扛不住啊！叫你去你就去，好不好？尔等居中所谓何事啊？我们是来通缉衙门的。谁说话？谁说话？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真是爱，真爱呀、啊！拿上斧子去旁边砍只脚再来。丐帮是个不讲人权的地方。